师兄，少林达摩剑呢？监控，你别管这事儿。那就别怪师弟无礼了。师兄，等等，让我们两人看看，上面这镇子是我达摩剑，为什么要倒倒看？我现在不能告诉你。你不说我也知道。明明是想把达摩剑败掉，算是不义之财。 少林俗家弟子，但是我也不会干这种事。那你把达摩剑带这里干什么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你胡说！叫！师兄。 大哥，他们来了。好，弟兄们，准备出击。有，叫！老大，还有个活口呢。 大爷饶命！老规矩，今天我放你一条活命，回去告诉钱多多，就说我们老大三节棍收了他的礼物。如果他不把今年的粮食交出来，那就小心他的狗命！滚！走！ 吃的吗？有，里面请。好，把马喂好啊！好嘞。老板，哎，上酒。好，客官，有刚吃过的牛肉要吗？ 看您这位模样，不像是本地人呀，想必是从中原而来吧？不愧是见过走南闯北之人，好眼力。客官，看您这穿的呀，并非凡夫俗子，一定是到这儿来做大买卖的。此话怎讲？每年八月十五前后，来过我们这的人呢，都是做大买卖。 这年头别说做什么大买卖，能活命就不错了。哎，那是。
客官，你先把剑拿下，我再告诉你。说，客官，此地并非九流之地，你还是赶紧走吧。此话怎讲？此乃大漠边疆之地，历来官匪勾结，鱼肉百姓。这钱多多啊，是当地的一名员外，他勾结当今知县胡瓜，欺行霸市，纵容手下无恶不作。凡是第一次到咱们这里的，都会被他手下盯上。然后只要发现你有钱，他们晚上就会用烟雾迷昏到客人，然后。 盗取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呀！好大的胆子，没有王法了。干什么？走，走！无法无天，没有王法。二位且慢，二位为何被打成这样？哎呀！ 我们是外地人，在这里做生意，被钱府的人偷走了我们所有的银两。我找钱多多理论，他不但不见我们，反而把我们还打成这个样子，岂有此理！哎哎，大祥，千万去不得，钱府布置森严，你根本不可能靠近钱多多。如果你真想报仇的话。 这位客官，你是不是要吃东西啊？不好意思，今天不卖了，我们啊要关门了，您去别家吧啊！你怎么还不走吧？啊，赶紧走吧，赶紧走吧！我不都说了吗？我们今天要关门了，哎，你赶紧走吧，赶紧走吧啊！小二，我看这位小师傅一定是饿了，就让他到我们店里去吃点东西吧。 小师傅，我们现在只有豆腐脑了。小师傅，你要到哪里去啊？贫僧云游四方，到此来修行。小二，哎，给这位师傅再来一碗豆腐脑。好嘞，豆腐脑来了，客官您慢用。
施主，天色已晚，不知道哪里有住宿之处啊？小师傅，看你眼睛不方便，又是初到此处，今晚就住在我们店里吧。多谢施主。小二，哎，带小师傅去客房。好嘞。客官，您这边请。 小师傅，你听我说，晚上不管听到任何动静，千万别开门。有什么事？你别管了，听我的，别开门就是了。 小师傅，你要出去送命吗？他们为什么自杀？听说土匪三节棍抢了本地员外钱多多，送给知县郭生日的银两。今天晚上，钱多多假装送粮食给三节棍，其实早有埋伏，并请来了官府的兵力。今天晚上，他们要干掉三节棍。 不知般若波罗蜜多，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。爹。
爹，爹，好见呐！爹，孩儿给你道喜了。孩儿，不知有何喜啊？这第一喜，就是爹打败了三节棍。那这第二喜呢？爹得到了这把少林寺镇寺之宝达摩剑，这难道还不值得向爹道喜吗？孩儿言之有理呀、啊，我们老钱家真是鸿运当头，老天开了眼了。爹啊，这印度人为了这把少林寺达摩剑，已经开出了100万两黄金的高价呀！今天就让孩儿来见识见识这把宝剑。孩儿，动不动？我听说，这达摩剑只要一见光，5丈之内，人头就得落地。如此厉害。爹，等再过几天，我们把这把达摩剑卖给印度人，我们可就发大财了。嘘，小声点，小心隔墙有耳。爹，你多虑了。有了这把宝剑，我们以后还用怕谁呀？胡说！切不把事儿透出去，免得节外生枝。爹，孩儿知道了。有客哟，王婆，您怎么又来了？西施姑娘啊，这一次和上次的主不一样了，人家呀，十里河宋庄主的儿子看上你了，这不让我带着彩礼来提亲了。哎呀，王婆，你也知道我已经有人家了，你呢就辛苦一趟，把这些彩礼都给还回去吧。啊，西施姑娘，你来这黄土岭可有1年多了吧？可我只看见你一个人在这儿开豆腐店，也没看见有其他人呢。那你的心上人，他在哪儿呢？8月15，月亮最圆的那天，他就会来了。西施姑娘，你还是好好想想吧，这机会呀，可不是天天都有的。谢谢您了，王婆。来，大家吃饭。来来来，各位老乡，咱们继续吃饭啊。听到了，听说他一个月前盗走了少林寺的镇寺之宝达摩剑，现在少林寺的人正找他呢。他盗走达摩剑干什么？老板娘，等他来了不就知道了吗？小二，没人发现你吧？放心，没人。去吧。
然比我们提前一步了啊！哼，看来有人比咱还恨钱多多。这下可跑不了了吧？别追了，看来这刺客是冲着达摩剑而来的，今后要严加防范呐。是爹。多谢大侠救命之恩。嗯，客气。好看今天出手像是少林一派，可否告知大名啊？实不相瞒，我乃是少林俗家弟子石彦侠。果然是少林之人，石大侠，幸会。幸会。敢问大侠来自何派，为何对我出手相救？我乃草寇一个，占山为王，江湖都叫我三节棍。早有所闻，原来你就是三节棍。石大侠，你跟老贼有何冤仇，使你独自一人前去刺杀他呀？我与他无冤无仇，只是我要拿回我自己的东西。能被老贼看上的东西，那可是宝物啊。大侠，是何宝物啊？这不说也罢，啊，不说也罢。如果大侠不嫌弃的话，可随我上山，咱们一起喝酒畅饮。大侠，我住在东京客栈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兄弟，保重。保重。驾，驾，驾，驾。老大，一切都清楚了。钱多多的手下派人盗走了那位少林大侠的少林达摩剑。真的？你没搞错？真是少林寺镇寺之宝达摩剑？正是。那可值100万两啊！老大，你说什么？100万两？100万两白银啊！啊，我们发了。我们发财了！说，100万两黄金。是不是昨晚和钱多多交了手啊？怎么了？大侠，不好了，你赶紧走吧。
等会儿他们要来店里要找人啊！你让我去哪儿？大侠，我这店里无你藏身之地，你还是赶紧走吧，走得越远越好。我还没有拿回我的东西呢。哎呀，大侠，你什么东西比命还重要？你还是赶紧走吧，再不走就走不了了。老板，我没拿回我的东西，我哪儿也不去。你好糊涂呀！ 你上次已经和钱多多交过手了，他们仍多势众，你根本就不是他们对手呀。不过，要想拿回你的东西，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那就是去找土匪三节棍。三节棍？ 为什么？因为在我们这里，和钱多多能够斗得人，只有土匪三节棍。三世诸佛，以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，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。 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。小师傅，我帮你把豆腐脑带来了，一整天了，你不饿呀？谢施主，贫僧修行期间，需要饿腹提升啊。 我看你不单是来此修行的，你还在等人吧？其实，我也在等一个人。施主，难道不是本地人？我家住在中原。那你为什么离开父母，前来这里开豆腐店呢？说出来不怕你笑话。 只因为一个人答应要带我到这里来看日出。大哥，承蒙大哥跟各位兄弟对我如此款待，在此谢了。来，干了！石大侠。 我久仰少林寺在江湖中的名望，又看你是个仗义之人，我三弟棍愿意结交天下朋友。如果石大侠不嫌弃的话，我们不妨结为好兄弟，一起去杀了老贼钱多多，帮你夺回宝物啊！如果大哥能帮兄弟要回我的东西，兄弟感激不尽。 来，兄弟，先敬大哥一杯。哎呦，来，石大侠客气了，敬大哥，干了，干，干。我说兄弟啊，既然我们已经结伴了，你不妨告诉我，那钱老贼抢了你何宝物啊？ 这还保密呢！现在江湖中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啊？少林寺镇寺之宝达摩剑不见了，还是大哥消息灵通啊！兄弟啊，别说是达摩剑，就是兄弟身上的一根汗毛，你放心。 大哥也会帮你夺回来的。那兄弟，先谢大哥了。来，好，干干来，干！谁？你是何人？大侠，你救救我吧！我被三节棍抢上山，我父母至今还不知道。
我要逃下山去，求求你了，大侠。不外请起。是大侠，你休息，打扰了。撤。多谢大侠救命之恩，我走了。姑娘，天黑路险，你如何下山？后山有一条小路，我知道。谢大侠。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。和尚，你天天在这里等谁呀？你是不是在等印度来的买客呀？贫僧在此修行。和尚，你就别骗我了，在这大沙漠里你修什么行啊？啊！我们这里地处边陲，人烟稀少，朝廷又鞭长莫及，这就成为倒卖古董宝物最大场地了。那官府不管吗？历来官府是睁只眼闭只眼呐。哎，暗地里却充当不法商人的保护伞，因为印度人出售阔气，大家都愿意给他们做买卖。可是印度人很狡猾，从不直接露面。每年8月15前后，来自全国各地的人都身带各种古董宝物，聚集在这里寻找印度客商，为的是卖掉手中的宝物，赚个好价钱啊。可印度商人往往自己不出面，他们委托懂货的当地人接头看货。如果是真货，又在安全的情况下，印度客商才会在沙漠里出现。所以啊，很多人都坐在这里等待印度人出现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啊。每年都有很多人为了卖掉自己的宝物，等死在这沙漠里啊。阿弥陀佛。哎，动物脑来了。哎，二位客官，您的豆腐脑。哎，请慢用啊。这位客官还需要什么吗？再来碗豆腐脑。哎，好嘞。哎呦，客官您吃好了，客官您慢走啊。小师傅，回来了，先吃碗豆腐脑吧。哎，多谢施主。小二，哎，上碗豆腐脑。好嘞，豆腐脑来了。掌柜的，这和尚已经欠了咱们饭钱了，怎么还给他吃啊？没看到人家是个盲人吗？多可怜啊！人要多做善事积德。来，和尚，豆腐脑。多谢施主。小二，豆腐脑。哎，好嘞，客官。哎，您的豆腐脑。
报告娘。怎么样，有消息了吗？所有来过的人我都问过了，还是没有消息。怎么还没有来呢？这都一个月了，也该到了呀。他跟我约好8月15相见的，还有5天就要到了，快来吧。老板娘，这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我听说这少林寺的人和江湖上的人都在找他呢。希望不会有事儿。来，老板娘，我来吧。赖皮，我就不信你没有银两。三世诸佛，以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桃花，以后你要是看到和你戴一样玉镯的那个人，他就是你的弟弟小杰。你一定要找到你弟弟，好好照顾他。老板娘，怎么样，这镯子还值几个钱吧？小二，把它还回去。哎，老板娘，那臭和尚吃饭不给钱，这镯子。小二，还回去。这，去呀，去。好吧。来品一品，尝一尝好吃的西施豆腐脑来。老板娘。哟，钱公子，到我们这里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呀？我们好去迎接呢。来，钱公子，请。嗯，哈哈，你真是比西施还美。钱公子，你真会开玩笑，请。钱公子，我去给你上菜啊。小二，给钱公子上菜。爷，您慢用。去把你老板娘叫过来。爷，我们老板娘这不正给您准备烧菜呢吗？过来。多嘴。钱公子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这不就来了吗？我从来不为难女人。来，把它喝了。钱公子，你这不就是在为难我这小女子吗？不喝也可以，
那就让本公子亲你一个啊！秦公子，来吧！住手！你住手！你住手！来吧！我就喜欢看见你们挣扎。来！住手！谁呀？谁呀？是你吗？好，很好，连本公子的事你都敢管，你谁呀？你以为你是我爹钱多多呀？今天就算你是我爹，老子也不会放过你。给我打！呀呀呀！呀！小心啊！臭和尚，本公子今天本来不想动手，可是你非要逼我。和尚，原来你会武功啊！都出大事了，叫什么叫？哎，老板娘，这和尚帮咱铲除了恶霸，咱应该高兴才对啊！别说了，贫僧没想杀人。你想想都没有用了，一切都完了。你这个小和尚，你怎么那么多管闲事呢？你倒一时痛快了，可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你知道你杀了谁吗？你杀的是大员外钱多多的儿子，钱多多是不可能放过我们的。可是，是他先欺负的你呀。你这个傻和尚呀，我让他亲一下又怎么样呢？如果一个女子，如果连这点事儿都应付不了的话，我又怎么能在这里开店呢？你别怕，我杀的人，我来担当。你得赶紧走，这里交给我。你走了，再也不要回来了。你走，你走啊！我不走，我要等的人还没有出现。你要等谁呀？你今天要是不走的话，明天你就死定了，你知道吗？你，对了，小和尚，你现在赶紧去收拾一下。小二，哎，你一会儿带着我小师傅从后山走。好，快。我哪儿也不去。
一切皆有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多多来了，你再不听话，把你交给强多多了。老板娘，我看我们也逃吧，这瞎和尚能打得过这么多人吗？闭嘴，说点吉利的。来啊，把这瞎和尚给我拿下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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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阿弥陀佛！妈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你儿子是我杀的，要找就来找我，与黄土岭的百姓没有关系。如果你敢再来骚扰他们，我绝不饶过你。好，好小子，你他妈等着！站！小师傅，来碗豆腐脑吧。哎，多谢施主。小二，哎，给小师傅上豆腐脑。好嘞。来了，豆腐脑上来了。哎，豆腐脑。哎，和尚。虽然你打败了钱多多，可是，你不能吃饭总不给钱吧？小二，别乱说。大叔，您吃点什么？小二，哎，给大叔上碗豆腐脑。好嘞，和尚，你打败钱多多，本来应该是一件喜事，好好庆贺。可是对我们黄土岭来说，哎，大叔，您喝豆腐脑。一场灾难来了，钱多多
这次来的都是家丁，不是那回事儿。他还有两帮人马没用上，一是江湖武林高手，二就是知县胡瓜的官兵。哎，钱多多为了给儿子报仇，他肯定不会罢休。 一定要卷土重来呀！钱多多要是大开杀戒，不仅杀你这个和尚，给他儿子报仇，而且连我们黄土岭的老百姓，他也不会放过呀。大叔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哎，老板娘，打不过，那咱就跑呗。你就知道跑。 跑到哪儿，钱多多都会找到你。难道我们只有等死吗？不想死的话，还有一条路。什么路？那就是去找土匪三节棍下山帮忙了。可是，三节棍。 凭什么要帮我们呢？钱，三家棍看见钱，他就愿意下山。老爷，老爷，江湖那边有什么消息吗？ 江湖那边说可以帮忙，但是他们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他们想要那把少林大魔剑。呸！想趁人之危，休想！老爷，好消息！什么好消息？ 知县胡瓜愿意派官兵帮我们打黄土岭，太好了！关键时刚才来了个。 趁人之危，现在倒好，又来个落井下石的，都是他娘的狼狈为奸，知了。老爷，那怎么办？少爷的仇不报了。这两方。 一方是官，另一方是民。你们俩说，咱们该跟谁合作呀？老爷，关键时刻不能相信民间，还得依靠官府啊。官府。是啊。关键时刻，还得依靠官府啊。 好吧，你马上给我回报知县，三天之内叫他出兵黄土岭。只要杀了那盲僧，老子我亲自把少林达摩剑送到他府上。是老爷。哎，大哥，兄弟啊，为何一人在此闷闷不乐呀？ 大哥，我们何时下山，找钱多多拿回达摩剑？哎，兄弟有所不知啊，我们刚跟老贼交过手，现在他肯定有防范。如果此时下山，必中他的埋伏。但是，8月15之前，我必须要拿到这把剑。为何要8月15这一天？因为我拿到这把剑。
还要去见一个人。何人？到时候大哥就知道了。哦，不会是个女人吧？你把豆腐脑给带了。如果明天我不来的话，你就赶紧走吧。钱多多这两天肯定要来为他儿子报仇的。我不走，我杀的人我来担当。你不走，你能保护住老百姓吗？乡亲们筹集了银两，今天我就上山去求三节棍。你一个人？我向你打听个人。谁？小杰。这只玉镯你应该认识吧？你怎么会有这只玉镯？我正想问你呢。你是谁？我是你姐，桃花。桃花？姐？小杰，你告诉我，你当年为什么不辞而别，出家当了和尚呢？姐，咱父母身体不好，我又是个瞎子，我不想连累咱们全家。你知道，你走后，我们父母有多伤心吗？走时还不到九岁，现在一晃十年了。我以为我这一生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姐，父母身体还好吗？三年前，两位老人先后去世，我遇到了石艳仙。他答应我会带我到沙漠里看日出，所以我就来到了这里，开了家豆腐店，改名为西施。小姐，你是不是少林寺派来抓石艳侠的？姐，我正是奉少林方丈之命前来此地等候师兄石炎侠追回少林达摩剑。石炎侠说过，他会在一年月亮最圆的那天到来。月亮最圆的那一天，那一定是8月15。干什么的？我来找三节棍。你找我们老大干什么？我来给他送银两来了。
收下。不知大王何时下山？你希望大哥何时下山呢？三天后，钱多多就会学习黄土林，请大王火速下山。只要美人能陪大王一夜，大王呢，明天早上就可以下山了。大王，你别这样，黄土林已经给您银两了。可是现在，美人和银两，我都想要。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大哥，啊，贤弟啊，哎，有什么事儿，明天再说。大哥今天晚上要做新郎了，是吗？美人，美人，美人，今天让大哥做一把新郎。为什么？大哥，对不起，你可以碰任何女人，但唯独不能碰她，因为她就是我一直想见的人。别哭了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赶紧下山。西施，醒醒，天亮了。你受伤了？哼，没事。其实，离八月十五还有几天？还有两天。你看，边陲的清晨真美。石夜霞，你可是答应陪我要到沙漠里看日出的。嗯，等我打败了钱多多，我一定陪你去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小杰，你等的人来了。相公，
你一直在这儿等我。师兄，你终于来了。师兄，少林达摩剑呢？达摩剑被钱多多的手下偷走了。师兄，快交出达摩剑，别逼我动手。达摩剑真不在我这儿。还逼我！少卿，别打了！他胳膊上有伤。二位大侠，别打了，钱多多已经派人来了。西施啊，三将棍答应帮助我们了吗？大叔，三节棍已经死了。死了？这可怎么办呢？钱多多派人来说，如果两天之内不把那盲僧交出来，他们就要血洗黄土岭，100多口人不留一个活口啊。狗日的钱多多，老子跟你拼了！钱多多有官府帮助，你们两个人能打败他们吗？大叔，你别着急，我们再想想办法啊。钱多多的儿子是我杀的，理应由我来承担，请乡亲们放心。两天后，如果没有想出其他的办法，我主动把自己交给钱多多，绝不连累黄土岭的乡亲们。没错，我父亲就死在这沙漠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是走私宝物最大的场所，我父亲曾经给一个印度人做生意接头人，他每年8月15前后就来到这儿。有一次，有一个人要卖给印度人一把达摩剑，说这把剑是少林寺的镇寺之宝。我父亲知道这把剑对少林寺的意义，他不想让这把剑流失到国外，于是他就留了一手，找当地人打造了一把跟达摩剑一模一样的赝品，想把印度人蒙混过去。可谁知印度人走后，父亲发现是自己搞错了，印度人拿走的是真正的达摩剑。那后来呢？后来父亲一直很内疚，就让我带上那把赝品达摩剑到了少林寺做了俗家弟子。我说你怎么不让我们看那把达摩剑？原来是赝品。可谁知，那个印度人拿回达摩剑之后，就一病不起，没多久就死了。印度人家里认为这把剑不吉利，就托人要退给父亲。父亲知道后高兴坏了，于是这一年他早早地来到沙漠里，等那个推荐回来的印度人。可是父亲等了一年，也没有等个印度人出现。父亲心急如焚，再加上长久的暴晒，就病倒在沙漠里。幸好被一个老乡相救，父亲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了老乡。没多久，父亲就死了。阿弥陀佛。老乡拿到达摩剑后，就托人给我带话，希望我取回达摩剑还给少林寺，以完成父亲的愿望，但是必须要带上那把赝品达摩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父亲想要把那把赝品达摩剑埋在他的身边，让他永远消失，从此人世间就只有一把真正的少林达摩剑。西施，你都听到了。石燕霞，
你根本不是带我看什么沙漠日出的。其实父亲给我说沙漠的日出最好看，我一直想带你到这儿来。可是现在为了看沙漠日出，不仅连累了小杰，还把黄土岭的百姓也带进去了。我知道，我对不起大家，可是我没想到事情会成这样。师兄，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到那个老乡，拿回真正的少林大魔剑，然后打败秦多多，好完成你父亲的心愿。可是那个老乡没有留下姓名，也没有说什么街头特征。我去哪里找他呢？大叔，您吃点吧。乡亲们，吃点东西吧。吃点东西吧。乡亲们，有两位少林大侠在此，你们就放心吧。哎，只怕他们人多，二位大侠不是他们的对手啊。不会的，你们放心吧。来，大家都吃点，你们都吃点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。相空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咱能不能不念了？不见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。不要念了。无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无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无眼界。大漠孤烟，我找到了。大漠孤烟来。师兄，你找到什么了？小空，我找到接头暗号了。乡亲们，你们听说过大漠孤烟来这句话吗？5年前我父亲在这里得了重病，有一位好心的老乡收留了他。后来我父亲死后，这位老乡从印度人手里取回了少林达摩剑。现在我替我父亲取回这把剑。现在大难当头，唯有达摩剑能救乡亲。但是要想找到达摩剑，必须先要找到那位好心的老乡。大叔，您是黄土岭的老人了，您一定知道那个人是谁吧？我听说是有这些事，可是我们黄土岭有100多口人，每年在这儿来往的客商有那么多，这把剑到底在谁手里，我确实不知道。乡亲们，我父亲生前曾经跟我说，他跟印度人接头谈生意，总是用大漠孤烟来这句暗语，如果谁能接上后半句，他肯定知道这把剑在哪儿。乡亲们，为了少林好汉，帮助我们除掉恶霸钱多多，为了黄土岭的老百姓，我们要把指导这把剑的人找出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大漠孤烟来，大漠孤烟。
日出红似火。恩人在此，请受晚辈一拜。快去来，我早就在这里等你来呀。前辈，赶紧告诉我，达摩剑在哪儿？放心，我一定将达摩剑完璧归赵。走。师兄，还是你使用这把剑吧。师弟，达摩剑乃少林寺镇寺之宝，少林弟子谁不想用它？正面还是反面？还是师兄先选吧。反面。师弟，听父亲说，达摩剑出鞘，风声鹤唳，所向披靡，五丈之外，人头落地。师兄，明天敌众我寡，我们不能硬拼。我想，我先不带武器，假装出城受降，钱多多思想上肯定松懈。这时候，我尽量接近钱多多。一旦我动手，师兄再出城相助我，然后我们珠联璧合，以少林功夫拿下钱多多。只要钱多多一倒，其他人群龙无首，就会不战自退。那么，我们就会赢得这场以少对多的决战。师弟想得很周到。我听你的，但是钱多多诡计多端，师弟一定要多加小心。是啊，小杰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啊。期待明天二位能够凯旋而归，我用豆腐宴为你们庆功。阿弥陀佛。什么兵器都没带，好像不是来跟我们决斗的吧？我看他是害怕来束手就擒的吧。胡说，岂不可大意。瞎和尚，你是否来受降的？好你个瞎和尚，你敢杀我儿子，看老子今天怎么收你！
师弟，师兄，把达摩教还给少林寺，告诉方丈，我永远是少林弟子。 诗妍霞，你看，太阳出来了，多美啊！其实我答应了你，8月15前到这儿看日出，我做到了，我没有骗你。我知道。